mình cảm thấy xe cũ.挂的是一个蟹的皮，黑色，它是有点腥味，它是一般是刮掉的。我这边是蟹胃，它一个用来消化的，所以不能吃。蟹嘴就掰掉，然后把皮刮出来。这边是蟹最长的部位，它的一个蟹心，它是六边形的，就不能吃，就是刮掉的。 谢谢，太好了。